下去之后，你发现不一样。我说触觉。秀法吗？是啊，他不一定在交际线，他是在感受那个。我知道啦。刚才有了是有点，没有是，用完之后才，就像你看，哎，是秀法，对对，好像。第一个，你面对黑的那个恐惧有。对，因为我刚才想说，就是要不要用灰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在探在找别的颜色。这里有很多我们被怪，所以一般来讲要讲好话，不要讲不吉利的话。对啊。我黑的起啊，黑的用禁忌，禁忌。哇。你 OK， 你不怕脏，有的人是会怕脏。其实我也让我女儿这样玩。啊？我也让我女儿这样玩。在家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之前带去画室。哦。我在家里也有玩，她有一罐也是她自己的，就是我们那时候画大脏，她就画小的，我靠，狂傻。怕脏也是被教起来。嗯。然后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谓的，对，怕脏不是恐惧吗？是不是恐惧？嗯，对环境的恐惧，对细菌的恐惧。对，那这一块大家都有。啊，有时候，所以这个疫情一出来，全部都